骄傲举着台湾国旗，脖子上挂满金牌，他是台湾面包师傅张彦瑜。参加烘焙界最重要竞技场韩国政府办的国际餐饮大赛，个人夺下四金二铜，创下大会纪录。从精致甜点、欧式面包到艺术面包、面点艺术，21个项目参加六项，其中拿下金牌的这两尊，还放其他参赛的11国，一尊关公，一尊财神爷，从底座、道具、服装到五官，全是可以吃的食材。这一只它的大刀，我大概失败了三次，因为它这一只那个手的握把，它很容易断掉。然后我想到里面用一个弹力的那个意大利面，看似完成度很高，但其实许多配件做出许多失败品，因为面包塑形到完成出烤箱容易变形，两尊共花了14天才完成。我就是受我爸爸这马拉松精神的毅力，让我去转换说，那我要做烘焙也是把它坚持到底。所以这次我报名了6项，也是希望说可以带动我们国人以后参加国际性比赛，可以3样起跳。张彦瑜13岁就开始接触烘焙，在父亲耳濡目染之下学习面包制作。虽然高中念的是广告设计，但也成为日后走艺术面包创作的助力。现在更投入教育工作，进入高中和大学教学生烘焙，让世界看见台湾潜在的烘焙实力。三立新闻曾信宏信，新北市报道。